就是我们大生会四月三号休息一次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忘记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大生会刚才那个日本大地震，我们大生会的功德款是7万，然后私底下师兄师姐收到的是59500，对，总共129500，那我们都交给小张帮我们大家转交到这个红十字会。好，所以大家的发心都有各位大家一份的功德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